刚刚看了跳高，觉得特别精彩。对，特别是我们的王志文王老师，跳的真的很高。王志文，哎呀，李云瑞是最高的。云瑞，对，小林跳的真的很高。他都跳的180，我当时我跟朱志南还说，我说要不我站在那里得了。对呀、啊，他真的真的太高了。明年吗？我明年还是先挑战一下射箭。对，我也拖把吧。我想明年先把射箭的奖牌拿。今天女生有拖把的吗？那我今天全场唯一一个拖把。而且我没有，我是就是以一环之差没有进入决赛。那还厉害，我来补给站拿个香蕉吃给我拽进来。明年看情况吧，射箭是今年。明年打篮球，明年。我明年是你们节目组。我明年脚一定不受伤，回去练一下，回来好好的跟峰哥，我们的张峰哥比一下。确定，因为峰哥已经破纪录了嘛。然后，没问题。我也差点，但中间就踉跄那么一两下，就还是自己能力不足吧，回去再练练。没事，核心力量不够。你核心力量不够，那我们是什么零？没有，谦虚了。对啊，对，29是吧？好，问问。我要找人实力。我是一环，差一环。好呀，多练嘛。你没有跳高啊？他说你看得很精彩，就是那种惊讶。因为初中的时候跳高嘛，就是。不好说，我是今年突然才决定要射箭的，所以可能明年就会决定有什么新的项目，不知道。没有啊，没有，哪有？我可能我明年应该突然要打篮球了吧？明年没有，今年没有节目组，我们突然要打篮球了。你们可以申请一下，我们要申请打篮球，团队篮球，就只投一投篮那种也可以。橄榄球吧，橄榄球有点。如果觉得危险的话，只投篮。橄榄球。可以，好，拜拜，有抓娃娃比赛吗？